办的这？这什么证？那个年上白山去。我看。嗯。职业技能鉴定。咱这一圈就这几个，现在都。农业部人事劳动部。我那个那天你打电话不找了，我寻思没到时候啊，我昨天晚上申请的不是。嗯，职业资格证书。对。然后那天可能是拿的那个。我的。拿个政务大厅去。啊。一天就给你办事。这个是办啥呀？这不办养蜂证吗？养蜂证，然后这个是职业资格证。咱这个岁数的，能不啥也不是了。根本我就办了不了这个。你们看我现在。我爸手机还是老年机呢。像智能机，我爸都不会用。我要不回家，我爸我妈根本就不行，手机都不会玩。但是今年是不是卖老差了？哎，蜂蜜老了，都在家搞着，都有不少啊。嗯。关键是看能什么样嘛。你知道搁那些就是大城市问我买蜂蜜的，他们多少钱那都肯买，但是就是买的就假，他们就上着了。四十五十，但这个二十你，他先有一些网上人家75卖一斤，那五百克还就是一斤是呗？卖75，咱这20块钱、25块钱、35块钱。你在网上你要真正的要钱要少了不行，他还得包邮啥的，对，他也感觉好像不是真的。对，现在你真的有什么样的人群，你要真的大城市的，你要钱要少了他又不承认你操纵。对对，你多少钱现在这个形式就是会卖的，钱都让他们挣去了。对，咱们那边就真不挣钱啊，长了一大一地大堆。咱这他妈的，这是一年到头，这是非这些绿能那玩意儿，天天。你还怎么不好卖呢？你堆在这个家里头。就是，你真的能卖出去的话，你也不行。人家在网上能卖的，你就是咱正常，你就拿还二十拿，人家不用多，你不用卖75的，你卖个40-50块钱，一翻有100。嗯。那费多少斤是不是？俺这交米费多少？要说卖这个东西，就是咱们就是出力的挣不着钱，都让中间的这给挣去了。你干什么的也是一样，就是真正一线的你挣不着钱，挣不着钱。嗯，而且卖还是个愁事，你也把咱愁的一天搁家。对呀、啊，蜂蜜也真纯，但是你又卖不了，你这。中国的蜂蜜哈，真正的就说是真正搁蜂箱里摇出来的蜂蜜。你就是先买50正常销，你就不买。对，他都是让这个假的超市里些给弄瞎了。对，他那口碑都整完了，没有事。超市里卖那些蜂蜜，他的那个标签咱们仔细看，标签他都不是蜜了，不是蜜，他的应该是饮料之类的。对，就是好像是蜂蜜，对，调和的东西。两个小字儿那个，有的蜂蜜制品，或者蜂蜜膏是什么的啊？对，他不是蜂蜜。想买能买到咱这原蜜，他很少能买出的。对，他还不认，你看有的他接近了，买出来是你这是不是糖？对，有的是那么问，他都不懂，他不懂啊。你这种纯蜂蜜不就接近了吗？他就不认。你要没有什么事，把这个玩意儿弄行，搞直播去。我不行，那封厂了，慢慢封，出掉了以后。对，慢慢就好。再封厂了，一面挖着往家，一面摇着蜜，就能搞直播去。对，人订单老多了，不是的，也是让他逼的。这两年你弄这玩意搁那摆着，就是没人买，你没人去，你谁买？他就没有买的。你这玩意真是愁的慌，这好歹没办法，就把它就弄回来，帮我卖蜂蜜。你要真的卖好了哈，你别干别的强。对，要是卖好了行，你比出去打工强啊。那强多了。咱吉林，我看这个真的买蜂蜜蜂厂直播的少，就黑龙江那边多。黑龙江多，嗯、但黑龙江蜜和咱这边蜜还不一样。他的蜜应该跟不上长白山的，年轻的干这玩意儿行。但愿能、嗯、但是慢慢整。你好是能，俺这蜜要能卖出去，俺养蜂俺就不错了。对呀、啊。咱不怕，嗯，咱不怕出点力，你能卖出去就行、是。现在是愁的什么？
分儿也会一样，米也能交，你交了米搞那稿子，他变卖钱了。对呀、啊。但是这个养了这一辈子风，就是就那么点事儿，不收愁的话，收了还愁的慌。就那么点事儿，就那么点儿，年年就这样。你看装什么好的宣传宣传咱这个厂的资源，它确实是没有污染的。对呀、啊。说是咱这个地方那个椴树蜜也是最干净的吧？对。你什么汽车尾气，这个什么能要去啥没有的吧？空气多好。关键一师傅转了一心，不太相信你，真信你，这是不最干净的东西啊。慢慢来，这玩意儿你们干这玩意儿，慢慢来，别着急。对，因为小蜜蜂它要求环境好像要求得挺那啥。是啊，那当然环境它得必须得好嘛。你要是污染的东西那个严重的环境，它生存不了嘛。对。对，但是说咱们这个地方的，你说空气啊各方面不好啊，那就没有好的地方。有了，咱这因为他们有工业、啊。对，没有工业，连汽车都烧，没有别的。长白山的椴树蜜质量是一流的。对。在古代，咱长白山的曲蜜就叫贡蜜。对，贡蜜哈。就是往后面进贡的贡蜜。啊啊啊啊！那时候那些东西都有资料可以查的。针对椴树起的这个地名都不错，啊，你看对面椴木松，这个树起的，嗯，椴木松，对。再就是以这些椴树蜜起的名字，你从它的资料上看，那个样，中国烟花上像树一些看的，不少啊，那都没就是这个玩意儿起的。嗯，就是中国养蜂这个顶上，就是长白山山脉这个椴树蜜还是非常有名。哎呀，太有名了。然后在古代是贡蜜，朝廷御用的蜂蜜。对，确实是那个贡蜜、雪蜜，这都是椴树蜜说的。嗯。再就还有一种叫白蜜，咱们那鸡精不叫白蜜吗？对，都是椴树蜜说的。雪蜜是后起的名，原来就叫白蜜。对，嗯。现在不好，我这腰托了几年了。两三年了吧，厉害了。就是送的，你去赶着做的。对，干着累了就是。对对对。尤其是就是浇蜜那一段时间。浇蜜，哎呀，你就累点，那点蜜怎么也浇出来了？对对对。但是它沉呢，台上台下的。妈的，不臭！只要是有蜜不臭。那时候是心情好，是不是？一看浇蜜，出点力无所谓。对。那心情不一样。不用不用，俺俩溜达溜达就过去了。那怎么多懒？对呀、啊。到城市了，雾茫茫的，你看。是，咱这个你看，蓝天真的是蓝的。嗯。你回去吧，叔叔。跟趟。啊，跟趟。跟趟。啊、嗯。拜拜。嗯。哎呀。妈呀。画的全是这个病毒。他走到这儿，看到一个这个原始井，你看是转这个东西，这边有个把，摇这个把，然后把桶挂在这顶上，就摇，就给它放下去，然后打水，提上水之后再摇上来。这个井挺深的。嗯，那挖井的，六七米。嗯，六七米。原来就是没有自来水的时候。都上这儿打水，每家每户上这儿打水喝。现在基本上都通上自来水了，但也有打的。小井。